苗栗公馆金环沙溪大草龟闹为感染，村长陈延思就囤千公顷的土地，几乎出来本沙溪发展协会用来打造绿调发通空间，推广绿色照顾的点，还得到农业部农村水保署的补助，用全期负债外的田业打造龟闹的菜园、葡萄也都设施。今年韩国还得到的建筑人也将公园绿地经过绿的状况。金环沙溪发通中心顺风一个绿地，种满各种的果树，其中含有政策有强的叶菜叶，同某些塑料废树，再过哪里做熟的，分别种满是各种的青菜、大草、黑色老人家休闲、天然自然环境的强势外来场所。全区我们都是很非常的去注重这个无障碍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跟社区活动中心之间的连接呢，我们设置了一座无障碍的一个斜坡道供我们的那个行动不方便的长者来使用。沙溪发展协会讲，民国100年就开始做沙溪管排照顾的工作。不过，一般的管排点无强势外来的空间，村庄无条件加给管排点顺风的天，还得到为农村水保署的经费补助。沙溪强化设计的葡萄、景观同餐饮业的设施，打造合适老人家去解了韩国天安用的种菜叶有山空间。伊是讲，迄个物事一出来，老板偷偷空气。是迄每个阿个你台北就种菜，你个开个菜几要当番伊啊？各位讲到这来，几要搞一下就好省诶，唔叫你种菜诶，迄每组当好。亚达贝生产的青菜、水果，每起管饭店、冻储存的主要食材，搭起结合的长蕉、强势牛奶、新农教育一道功能。照顾田中下的老人家，东德县的绿地空间竟然没得独为建筑营养中的前天，是富区的农村沙溪的其中一个地方。下个节目用完了，苗栗报道。